各位新加坡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张少全，在《冲天火》里面饰演的是佳佳，这是我第二次跟林东导演合作动作片。我们在戏里面所有的特技跟动作全部都是来真的。在戏里面，我会飞跃两层楼，非常刺激。Sky on Fire，《冲天火》，12月1号，新加坡上映。都得听我的，只要能够把我妹妹治好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